这边在过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人防守你，运球切入过来，中锋会来协防，他如果不来协防，你这里可以选择抛地板。但如果他上来了，他上来防守你，做一个 inside out 变向过人，右脚左脚上来。你在过人的时候，你要判断你的防守者有没有跟上来，还有在你的侧面往前突破，这边协防者中锋上来的时候做一个变向，变向完以后右脚往前跨，顺势上篮，所以做一二上。所以这边接球垫步，看防守者过人到这边，做一个 inside out， 他踩右边，左脚右脚上篮。他如果不上来，他抓一半，你可以做一个变向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先教的是做一个 inside out， 变向完以后，防守者往右偏移，左边有空档，所以我要合起来。我做完 inside out 以后，我要踩左脚，顺势左右上篮。好，所以呢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接球垫步的时候，你要先判断第一线的防守者跟第二线防守者的距离。你切入的时候，第二线会来防守，正常来讲第二线会来补防，看下面有没有空档，有空档我就可以送。啊，如果抓一半，抓一半，因为这距离还有点远，我可以做一个 inside out 变向，再往里面切的动作。所以这里 inside out 变向，他踩右边，我就过左边上篮。OK， 我运球切入，判断防守者先做一个变向，他没过来，我就踩左边过人上篮。我如果往左边做一个 inside out， 他踩左边的，顺势踩右脚。